各位朋友，这是爱德豪摩最近开发的钻石600 EPO 材料的手制滑翔机啊。那么这块飞机呢，它是由这个 EPO 的富有弹性的材料做成的啊，大家可以看看它非常有弹性啊，非常有弹性。那么呢，撞在地面上呢也不会撞坏，所以大家可以尽情放心的去飞去体验。那么这块飞机的重心位置呢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，大家仔细观察，重心位置呢大概是在这个位置。中心位置在这个位置啊，达到这样的中心位置呢，他们是那个飞机模型比较容易飞行啊。那么这块飞机的装配呢也很简单啊，从包装盒里面出来，插下主翼啊，插下尾翼就能完成装配啊。那么这块飞机里面呢，这个头罩里面呢有一个配重，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直径为12毫米的钢珠啊，这个是个模型飞机的配重，这个配重呢非常重要，它起着呢保证模型飞机飞行重心位置的这么一个作用。所以飞行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搞丢了，千万不要搞丢了。这是一个12毫米的钢珠，放在这个位置，放在机头。有时候为了防止这个头罩脱落呢，大家可以在这个位置呢缠个胶带，缠个胶带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为大家演示一下这款飞机的那个飞行动作。飞行。下面呢，我为大家演示一下右盘旋的动作，右盘旋啊。那么呢，飞机手持飞机呈这样的姿态。背部朝那个人的右侧啊，朝人的右侧，用这样的角度用力支持，大家注意自己观察。好。下面正式给大家演示手持滑翔机表演正经走各自动作。包下面为大家演示如何让手持模型飞机飞得更远。那么大家注意要把这个升降舵部分啊尽量往下偏一偏，仔细看一下，让那个水平尾翼有一个迎角，有一定迎角，可以通过调节这个尾部的位置，大家仔细看一下，可以这样轻轻地掰一下啊。那么这样子飞机飞行的时候呢，它这个迎角啊比较小，那么飞行速度呢比较快啊，不会导致飞机的那个大高度的爬升，那么呢能够达到比较远的飞行距离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好。那么出手的时候呢，机头呢尽量水平，用力支出。一般呢至少能够飞到15米到25米左右的距离，尽量调整让水平那个飞机的机翼保持，尽量保持飞机机翼的水平。好。